能就是抱圆放在丹田前面，站好三次四。啊，可以坐下来的，如果腿不舒服啊，可以坐下来练啊。两个手好像抱出一盆水一样，啊，这盆水就是我们的丹田了，我们的肉状泡在这盆水，啊，我们轻轻地晃动这盆水，让这盆水呢在丹田里面呢圆圈的晃动，让它灯圈慢慢从小到大，从丹田的中心开始一圈一圈的打打它，内脏也在晃动，我们盆水也在晃动，我们是利用肚脐宫的扭动的心法来晃动这盆水，看看我们的内脏有没有摩擦到盆边啊，有没有摩擦到这个盆边啊，摩擦这个盘边，前后左右围住这个丹田在晃动，在按摩我们的内脏，这个宫古代叫强肾固精宫，男的对两个肾有非常好的作用，前列腺，女的也对膀胱、卵巢、输卵管、生殖系统也有很好的强壮的作用。我们现在啊，用手来带动这个腰在旋转，这碗水在晃动，感受一下有没有摩擦到我们的盆边啊，我们两个肾有没有在晃动啊，我们的强壮有没有在晃动啊，转越顺利了。好，我们拖慢它一下，反方向的旋转，反方向的旋转，一圈一圈的反动，一圈一圈的反动，这个圆圈全都是在身体里面摩擦到我们的腰带的位置，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，我们利用这个丹田的气活动起来呢，感受一下啊，那个丹田的气和两个手的互动，因为我们两个手是在丹田前面嘛，好像我们这盆水把两个手抱住，这盆水有一半是在我们的手，有一半在身体里面，啊，前面是晃到摩擦到我们的手掌手臂，后面按摩到我们的身体，这盆水有一半在体内，有一半在体外，感受一下两个手的气感，两个手不用碰在一起啊，那个气会跳过去的，啊，慢慢慢慢的感受一下，要轻要柔，啊，两个手帮帮他，拖慢他。反过来了，一个 S 型把它拨过来，反方向的运转，也是一半在两个手，一半在体内，在丹田里面打出去，再两个手接回来，一个手接回来过肩，另外一个手又围到丹田，又从另外一个手放出去，感受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呢，两个手帮帮他，把这个圈慢慢
慢收小了，啊，慢慢收小，围到丹田里面了，再从丹田里面慢慢收小，慢慢收小，浓缩在丹田中心，浓缩在丹田中心，看一下，他回来没有啊？找到那个真实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改了这个丹田这个气轮，我们往前顶，顶到丹田前面，又往后顶，顶到腰椎里面，往前顶，顶开我们的内脏，往后顶，把我们两个肾顶开，前后，前后，前。前后感受一下它的真实的感觉，啊，现在呢我们呢也是走这个平原，但是呢这个气轮往后一顶的时候，在后面打开啊，两个手围绕着丹田，再从前面进来，后面打开，后面两个圆圈，前面进来，啊，后面打开，前面进，小平原，后丹田开，前丹田进，后丹田开，前丹田合，两个平衡的小圆圈在丹田里面在晃动，丹田是一吞一吐的，吞进来，打个圈，吐出去。平面的小圆圈，啊，后面开，前面合，我们试试看，啊，把它往下倒，往下倒，慢慢慢慢导引它往下，往下了，往下转了，到盘骨里面，到盘骨，啊，这两个平的圆圈在盘骨里面开，合，开，合，在丹田的底部。现在呢，从底部，丹田底部，把它引上来了，两个手慢慢慢慢的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哦，又围着丹田了，这两个是平的圆圈，啊，又再往上走，走到后背心啦，到后背心啦，慢慢往上提了，啊，这样转了啊，到后胸啦。到胸部啦，啊，到锁骨啦，到肩胛骨啦，啊，我们胸部这个圈两个圈就更大了，一吞一吐，一吞一吐，我们好像是在涌动大这个圆圈，啊，慢慢慢慢再向高举一点，两个手。在后脑一样，两个圆圈在脑袋里面打，在头部一直打，下巴轻轻大引它，后面开，前面合，从后枕开，前面内中回来，不要太用力，要轻要柔，啊，我们下巴也是一前一后的，啊，下来啦，到胸椎啦，到胸椎啦。到腰部了，哦，又围到丹田了，又围到丹田了，嗯，啊，慢慢拖慢它，拖慢它，拖慢它，反方向前面开，后面合，前面开，前面出去合，到后面合拢，再从前面打出去，啊，前面开，后面合，反方向了，这两个圆圈，啊，反方向的运转了。慢慢往下导引它啦，
想要走往上山，带它到丹田的底部，在位于里面反方向的东这个小圆圈的这两个，啊，前面嗨，后面合。后面额在丹田的底部，我们是不是有涌动的意念呢？这两个圆圈是利用涌动，刚才一个大圆圈是利用扭动。好，慢慢又把它上提了，上提到到丹田了，前面开，后面合，两个平衡的小圆圈。再往上引导它了，到腰椎啊，到胸椎啦，锁骨啦，肩胛骨啦，下巴也跟随它的前后的往动，到后脑啊，前额开，后枕进去，啊，头是前后的轻微的反动，啊，前额开，后脑进。手帮帮他，引导他，手的动作不要太大。好，下来啦，颈部啦，胸椎啦，前弓开，后背合，慢慢慢慢引导他下来啦，下来啦，下来啦。到腰椎了，哦，又回到丹田了，把它慢慢做顺利。开始啦，拖慢它啦，拖慢它啦，两个圆圈互相转，转成一个气球，气臀。一个气球，啊，它会在丹田前前后后，左出右脱的，啊，慢慢慢慢感觉它的真实的存在，观察一下，眼球要内视，啊，慢慢慢慢，把它收在丹田中心了。这个是一个大的平原了，嗯，又圈围绕着这个丹田，一个平面的圆圈，打，一直打到旁边，打到我们的腰带的位置，又一个大的平原了，一个大的平原了，两个手还是抱圆呢，啊，其实这个圈我们不要用腰部的扭动的动作。只是缓动就行了，好像老师在地下抓住你们的脚跟，在摇你们的腰，你们顺着它来缓动就行的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往上打了这个圆圈，往上打了，两个手帮它在体内，后背、前面、前胸、后背打到上面了，啊。后背前松，后背前松，啊，一打打出来，一个手出去，一个手接回来，这个大大圆圈有一半在两个手，有一半在胸口了，啊，看看我们两个手的气感有没有，又轻又柔又很慢。要理腰部的圆圈呢，太松固了这个圆圈啊。这个时候呢，
我们两个手的感觉是非常清楚的。现在两个手慢慢打开它，45度，两边打开它，转出去。啊，在心中一个目标，想着一个目标，在会中看到一个目标，可以想象外面的树、太阳、大海、月亮打出去，围绕着目标又回来。这个手打出去，这个手接回来，围着身体，通过身体又再打出去。啊，这个是不是两个手这么简单了？是我们两个手，身体都是小天地。现在从我们的小天地到大天地，你们打出去，围绕着外面的目标回来。啊，打出去，一个手打出去，一个手接回来，再经过身体，再放出去。感受一下那个目标反射回来自己的手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不同的感觉啊？小天地到大天地，啊，禅定中的气就先生于内，后取于外，外为我用。啊，这个圆圈我们是手的阴面，手的内侧前胸这样打出去的啊。这个也是我把我们手的三阴经，也叫胸室、胸部，走胸部，走手的内侧，走外面。是走胸部，走手的阴面。哦，再来，另外一个手打出去，另外一个手收回来。啊，一正一反的来练到它，打出去，收回来，经过目标。收回来了，啊，又围到小天地啦，走手的内侧，手的阴面，身体的胸前，啊，一正一反我们走过了，啊，现在我们变另外一个式了，就是背式，刚才是胸式，现在是背式，背后往后一挨一靠，从背这个圆圈走外围了。走身体的外围，走外圆，这个手的外侧，这个手的外侧到另外一个手的外侧，啊，一半在背，一半在手的外侧，手的背面，走外圆了啊，走外面了，这个是背式，是手的三阳经。顺利了，用两个手慢慢打开45度，加开它，啊，在会中选一个外面远方的目标，打出去，收回来，打出去，收回来，一个手打出去，一个手收回来，经过背，是走阳面。经过外面远方的目标再回来，好顺利他
现在呢，慢慢把它反方向的运转了，拖慢它一下，两个手的一个 S 一个反方向的打出去。从右手皮这呢，可以放上一点的，打出去。一个手的外侧打出去，一个手的外侧接回来到背，又打出去，就是外圈了。打在那个目标斗过来。收回来到我们的小天地，又回到身体里面啊，是不是还在走这个背式啊？走这个啊，背的外围，手的外围，啊，现在回到身体里面啦，啊，等这个圆圈往下走了，往下走了。到后背心啊，